谢国梁，谢国梁，动上，动上，动上。一看到侯友宜与谢国梁，民众开心地送上凤梨祝贺当选。有蓝营最强母鸡称号的侯友宜，十月九号冒雨到基隆与国民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梁合体，在仁爱市场扫街拜票，沿路获得摊商与民众热情欢迎，当选声不断。还是我们的好偶像，未来的好市长。侯友宜说到基隆来就是要力挺好朋友谢国梁，因为他是最好的基隆市长人选。国梁我认识很久，在当立委认真打拼，好好地为家人做代志，所以我认为他来当基隆市的市长，会让新北、基隆甚至台北大家都能够更好。尤其新北跟基隆最重要的就是基隆捷运，那基隆捷运我会跟国梁一起共同承担，我们大家负责让基隆人有一条路很快速的可以到达大台北的中心点，让新北好，基隆好，我们一起好。尤其基隆的捷运沿线的产业开发、科学园区的改造，我们都会一起来努力。对于也在竞选连任的侯市长百忙中前来力挺，谢国梁非常感激，也希望未来能与侯市长携手一起为人民拼好日子。很开心尤其新北市大家都知道跟基隆是紧密相连的，那我们侯市长现在也是国民党里面最有人气的首长之一，所以我们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他帮国梁加油打气。基隆科学院就是你广东，然后南斗呢又组织五组六都有捷运的。侯友宜随后到位于七堵的谢国梁竞选总部参观，由谢国梁亲自导览。对于谢国梁提出的捷运、电动车及教育、社福等政策，侯友宜非常肯定。侯友宜还自证竞选小物是时候了，祝福谢国梁是时候该当选基隆市长，为基隆市民服务了。这些的政见不但在新北市也看得到成功的例子，我相信以谢国梁好好做代志，认真打拼搁在地人，了解基隆人，所以我相信伊不但可以做得好，甚至超越侯友宜，我相信国梁一定做了以后，敬请大家好好支持，认真打拼，为家人做代志，创造未来在地就业、在地安养，以及照顾弱势族群、照顾孩子们最认真的谢国梁市长。对于媒体最新公布的民调，谢国梁持续领先。谢国梁表示将继续努力，争取更多市民的支持。我当然是希望能够更好，但是对手的实力毕竟是坚强，而且他们有中央地方全面的这个用轰炸的方式来攻击我，所以我只能说今天这个台湾指标民调，我只能说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。包括副议长林佩祥、市议员张芳丽、何淑平、吕美玲、秦真、蓝敏煌、郑凯琳、连恩典、庄荣清等国民党议员也在竞选总部与高人气的侯友宜合照，希望基隆新北团队共同努力，一起打赢年底选战。新北基隆团队站不站？站。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。